咁多500人嘅反應咁少㗎咋 ？Hello！ 今年3月咧 ，Foxmas 已經喺菲律賓啦、新加坡同埋台灣登陸。今晚 Foxmas 終於喺全城期待之下咧，喺香港正式登場。Now TV 更加成為我哋 Foxmas 嘅獨家嘅合作夥伴。 呢個係無間斷娛樂嘅時代 ，Fox Plus 展示一個全新嘅娛樂平台，帶嚟更多自身自齊嘅熱播劇集，有新鮮熱辣嘅原創電視劇集，賣座電影，令你大開眼界嘅紀錄片，以及最盛大嘅體育賽事直播，內容自身自齊，保證一覽無遺。 今日呢個 Fox Plus 咧，究竟有啲咩睇啦？歡迎大家嚟到 Fox Plus 啊！咁首先咧，只需要download個 app， 咁就有7日嘅免費 trial，which is 唔使錢就可以睇到7日嘅 US dramas TV series， 最緊要就係有一個 exclusive 嘅 Hollywood movies。咁我哋而家即刻睇下喎。當你 download 咗 app 之後啦，你撳入去，咁呢度咧就會有幾個唔同嘅 TV dramas series movies。 Documentary, sports and live TV. Sports 當然就有我哋一身嘅 F1 打馬啦 ，series 啦，就係而家美國最興嘅或者係之前嘅都會有得睇。 Walking Dead 唔使講，當然係大家最熱門噶啦。咁我哋喺2016年10大裏面咧會有6個 movie 係最犀利嘅，咁睇開睇下啦。以上9+1其實都係好近期嘅 movies 啦。 跟住有 Star Wars， 嗱大家聽到其實我背後嘅 music 咧都係 Star Wars 嚟㗎，我好中意哦！另外啦，當然少得就係我哋 Families and Kids， 有小朋友嘅你，當然就係唔可以錯過啦。咁我哋亦都有好多 live sports 嘅，大家只要撳落去就可以睇到，係有 football、F1、 MotoGP。 跟住有踢波，其實我哋仲會有 tennis and golf， 好多任君選擇，所以你仲等緊乜嘢？快啲 download 啦！